天是神所定的主日，我们在神所定的日子里，我们来向神一起来欢呼，因为神的作为奇妙，我们全地在今日都要来将我们的敬拜，将我们的赞美来献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唱《全地当向神欢呼》。求你复兴
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主，求你复兴我。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尊尊尊贵荣耀器皿，我的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身体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身体，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身体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身体，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身体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样的时间内，主啊，你接纳我们这样的赞美。主啊，就像赞美当中所说的一样，神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身体献上，一生当作活祭，一生当作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圣名。主啊，愿主你复兴我们，主啊，愿主你听我们内心的渴望。感谢你，主啊，也将接下来的礼拜放在你的面前，主与众人同在，赐下恩惠平安赐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非常的感恩上帝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到了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们回顾这一年，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在这疫情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担心、恐惧、忧虑，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健健康康的站在这里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为此而感恩。我们在感恩的同时，我们也来去回顾，来去省察我们这一年在上帝面前是否有亏欠的地方，有需要悔改的地方。我们这一月叫复兴月嘛，我们需要从悔改开始。我们先来默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一点都没有减少，在我们所走过的路径都滴满了主你恩典的脂油。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看顾了我们，你保守了我们，让我们在这疫情当中不被感染，你保守我们出入都平安。我们也向你去悔改，因为我们每天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所思所想，或多或少都有不合乎你心意的地方。我们愿意在这里向你悔改，求你来复兴我们，你复兴我们心里的圣洁，你复兴我们内心对你的渴望，你复兴我们的教会，你复兴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这绝望的时代当中看见主你是那一位永远不变的神，让我们在危险当中知道你在掌权。愿主你与我们今天礼拜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到了十二月呢，我们有圣诞节。那我们每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唱非常欢乐的歌曲。那今天我们也同样，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普世欢腾》。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那下面有金兰英师母为我们做代表祷告。사랑이많으신하나님감사합니다이땅에우리의죄를용서하시고구원의생명을주시기에오신우리주님께감사를드립니다살아계신하나님우리의죄로인하여우리가멸망당하지않게도와주시고이코로나19로말미암아모든사람들이어려움에빠져있는것을아시는하나님우리가이시간을통해서하나님께돌이켜회개할것들이있음을회개하게도와주셔서다시금구원의생명이우리안에있어주님의말씀을따라가는저희가되기를원합니다주님오늘도하나님의말씀을듣고저희가변하기를원합니다말씀을전하시는목사님에게성령충만케하여주시고그말씀이생명으로우리안에심겨져자라나게하시고성장하게하여주셔서하나님이땅에생명을건지는일을위해서저희가하나님인격이변하고예수님의모습을닮아하나님복음을전파하는저희들이되게도와주시옵소서이예배에우리의마음을뺏기지않게하시고현장예배나온라인예배나동일하신우리하나님께서성령의충만함이있어서하나님은혜의시간이되게도와주시고하나님의은혜를받고저희가힘있게이세상을이겨나갈수있도록도와주시옵소서함께하시는하나님께감사드리고우리중국교회가아버지부흥되게하시고성장하게도와주시옵소서감사드리고예수님의이름으로기도합니다아멘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感谢我们金兰英师母美好的祷告。我们在开始礼拜之前，还是进行彼此的祝福。愿我们在主日礼拜的时候，通过我们的祝福，我们能够敞开心扉，来迎接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和恩典。阿门。我们就来唱《你是为接受爱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人》。伸出你的双手，彼此祝福。你是为接受爱。来到这世界，现在也正接受这样的爱。你是为接受爱而来到这世界，现在也正接受这样。感谢的，我们祝福我们自己。感谢南萨拉拉，因为黑特罗南萨拉。世界上的人